孩子们快来呀，我抓到一个怪兽。爸爸，那是妈妈。是呀，爸爸，这是妈妈。猪爸爸，你赶快把我放开。哦，是猪妈妈吗？我还以为是怪兽。我的样子你都看不出来了，我哪里像怪兽？猪妈妈真是对不起。孩子们，猪妈妈快来呀，我这回真的抓到怪兽啦。哦，猪爸爸，这个是猪爷爷。是的，爸爸，这是爷爷。爸爸，你又弄错了。真是对不起。孩子们，猪妈妈快来呀，我这次真的抓到怪兽啦。爸爸，我们才不相信呢。是啊，猪爸爸，我做面膜呢，我也不会相信。哎呀，我真的抓到怪兽了，他们怎么不相信我呀？你这个怪兽，别想跑，快来看。